那么我们看它的时候啊，最好是这个要这样子哈，哎，这个叫是哎45度角，嗯，好。然后我们看哈，我们竹山里的位置哈，这个叫卡陶旺，嗯，有没有？就是髌骨，啊，髌骨呢下方有没有？这个下方，嗯，啊，往这移过来这个凹洞，这个洞啊，我们叫外膝眼，它又叫肚鼻穴，就像那个小牛那个鼻子那个地方，啊，那这两个孔嘛，有没有？好像小牛的鼻子这样哈，那边叫那边叫内膝眼哈，从外膝眼。用他的手啊，这样合起来，哎，这样一比，三寸的好，再往里面一点哈，一比，然后呢，好好，你手放，嗯，这个叫三寸，了解吗？嗯，那从这里呢，再旁开，这个叫髌骨，对不对？嗯，旁开一横指，就是大拇指这样，嗯，这样这样，哎，这样，靠过来，靠它边边，啊，一横指好，手放，它的足三里就在这里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下面刚好是一条筋，嗯，啊，长按这里可以健步如飞，延年益寿。大家都知道我以前讲过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啊，那么这个就叫足三里了。健胃明穴，健胃明穴。对。那你给切的你啊，这样照更好了。没有，足三按的时候是要用这样。哦，那样。我这样揉一揉。啊，这样才有感觉哈。怎么样？这样揉，按下去，哎，对，用刮痧板也可以，刮痧嘛，嗯，好，那如果有刮痧板，用按的揉吗 ？OK 吗？你们不是，毕竟你们试试看嘛，有六个大穴位哈，哦，我上次有没有讲过六个大穴位嘛？有没有讲？合谷，对，合谷、内关，有没有？人中，有没有？足三里、太冲，嗯，还有一个，一堂。啊，印堂啊，印堂不是印堂，人中，也不是人中，哎，邝老师的标题，足三里，人中，人中，人中有，然后合谷，太冲，啊，内关，涌泉，内关，内关，对，内关涌泉。啊，六个，这六个大穴每天按，对身体非常有帮助。但是你不觉得足三里按的没有感觉吗？我也是跟大家强调，就是我们经络就除了任脉、督脉是一条，其他都两条。是不是都心包后？是不是都心包后？看一下这里，过来这里，就在这个地方。老师让人家拍一下教学影片，你看，他刮是这样刮下来嘛。